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日是天后信仰宗教活动的重要日子，庙宇内外都会有重大的庆典庆祝天后诞。香港天后诞于2021年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。今集大师对谈，请嚟陈锦涛师傅同我哋讲解一下天后诞嘅经历同埋趣闻。呢样嘢咧系最难。大师对谈第八季，逢星期一晚上八点，港台电视31。